接下来谈这个问题哈，很重要哈。这个在我们刚是在谈韩式，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那个资料要怎么传过去给那个韩式，对不对？我们可以透过引述的部分啊，就像刚才 Square 那个韩式，你就传一个 x 给他，那 x 他就直接自动帮他算平方。或者是你传三个数字给那个 Mesima 那个函式，它会从三个里面挑一个什么最大的值，然后回传回去，对不对？那个都是所谓的叫做传值的参考啊，就是 pass by value， 就是我的这个引数呢，它是透过参数来传递这个数值给它。那这种在我们就是说你的资料直接传过去给它，你的引数传过去给它的过程中间，你没有去动到它的数值，你只是把它的数值拿来做加工处理，那个加工完的处理的结果回传回去，那这个就叫做 pass by value， 这个叫传值啊，哈，叫传值的这个呼叫。那传值的呼叫在韩式来说，当然是最稳定的了啊，最安全的一个做法。所以我原先如果刚刚说过要算4的平方，我就把4传过去啊，我在主程式里面传4。去呼叫那个 square， 然后把4当成是引数传到函式里面去，然后函式它就自动帮我算4乘以4等于16传回来，对不对？那我原先在我的主程式里面的那个4那个值4是不会变的、哦、它还是维持是4嘛、哦、它只是传回16，那是叫 pass by value。 那这种东西，那另外还有一个函式比较特别应用叫做 pass by reference、哦，那 pass by reference 的意思就是比较特别哈。 pass by reference 的时候就是说我可以允许，就是说让我的函式去呼叫我的引，在就是说在我的函式里面去改变我的这个引数的值哦。啊，我的引数的值原先如果假设是像刚说4，对不对？我4传到我的这个 square 函数里面，那我如果在 square 函数里面去把我的引数的值啊，从4变成5，假设变成5好了，然后结果这个函式结束之后，当它拉回主程式的时候，我原先的那个存那个 s 等于4的那个值的 s 等于4的时候，它因为在函式里面被改变了，它被改变成也许变成是5，那这个时候你的函原来的那个4就会变成是5，那这个时候要必须透过所谓的 pass by reference 的方式去改变它，就是我允许哈、啊，让我的函式去修改我原来的主程式里面的变数的值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也是可以被用来使用的。那这种叫做 pass by reference 啊，因为它是用记忆体的方式哈、啊、来传它的数值。那记忆体的方式传数值的过程中间，我可以去改变它的数值来影响到我原来在主程式里面的内容啊。那这个东西叫做pass by reference 的时候，这个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因为等于你去改变了啊，改变了它原始的这个在主程式里面的某一个变数的数值哈、啊，就是说在函式里面去改变主程式里面的数值，那这个时候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哈、啊。那我们其实大部分比较安全的写法还是 pass by value 啊，就直接只是把数值传过去让它用完就算了，就这样。那如果除非是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会之后可能应该也会再介绍所谓的 pass by reference 怎么去使用它了啊，这个先让各位知道一下。那 pass by reference 要小心使用它了哈、啊，要小心使用它。好，那个只是先跟各位先提一下，先有这个概念。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比较好玩的应用了哈。啊，在乱数这一部分哈，因为电脑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它可以去做一些模拟人类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行为哈。那特别就是在像在做这个赌博，那为什么叫赌博？其实这个应该比较赌博好像看起来比较难听，对不对啊？现在把它叫什么？赌博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博弈是吧？对啊，博弈比较好听一点哈。不过其实反正就是它都是一种随机的行为啦哈。赌博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种随机的行为。那随机的行为在我们人类的社会人类的生活里面多不多？
啊，你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碰到什么事很随机的行为？嗯，什么？玩游戏也是随机的，是吧？好，那反正 anyway，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利用电脑里面去模拟一些类似人类社会里面碰到的这种随机的行为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用到它的标准函数库哈 ，standard library 哈 ，STDLIB 就是 library 的概念哈 ，standard library 这个用这个 include 的这个函数库里面呢，它里面有内建一个叫做 rand 啊，那 rand 的这个函数就是叫 random number 的哈，啊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的函数，它就可以来模拟这种所谓的机会啊，它的运气是怎么样啊，它的机会是怎么样？那这个 rand 的这个函数呢？这个函数使用它，你要先呼叫 include 的这个 standard lib 哈点 h 之外呢，它 rand 它本身是一个，它本身不需要任何的引数啊，它这个可以不用任何引数了哈，刮胡，然后它这个算出来结果会是一个介于零到某一个已经被定义的一个变数哈，叫 rand max 啊的这个常数里面，它会在零跟这个中间会产生一个整数啊。那这个 rand max 多大呢？好像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看，它那个资料可以上面可以写哈。反正它就会产生一个零到这个 rand max 的整数了哈。那这个整数当然它是随机去产生的哈，随机产生的。那如果我们要特别去把它应用在一些特定的，像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像丢骰子，那丢骰子的话是多少？是一到六嘛，对不对？丢骰子就一到六，那这个里面呢，当然零到这个 rand max， 它可能就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到可能好几万。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 number 啊，这个随机变数的函数产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数字，然后可以把它变成是一到六中间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处理嘛，哈、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丢掷这个六个面的骰子的话，那要搭配这个 rand 的函数的话，那我们怎么用？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用这样的方式，一加上 rand 的刮胡，然后 percent 六，这样就可以让它变成是一到六，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个 rand 本身是一个整数嘛，整数去跟六除，它的余数会多少？余数不外乎就是零到五嘛，对不对？那零到五，那我们现在要的数字是一到六啊，所以你前面是不是再加一个一？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它这样得到的结果就会变成是什么一到六了？哦，这样看得懂了哈，这个，所以你要让它变成一到六的话，就是一 plus rand 刮胡。percent 六啊，那刚刚说过，这个是一个除以六，它是一个 scaling 啊，在做比例，然后再把它做 shift 加一啊，就会变成是一到六。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random number 一到六的结果啊。好，那我们怎么用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一开始include standard IO 跟 standard lib 这两个都要把它 include 进来啊。那因为这个是 rand 是人家写好的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自己写啊，没有自己写函数，所以这边不用写函数的 prototype。然后一样组成式，然后 unsigned int i，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回圈，做二十遍啊，做二十遍呢，然后我们每一个回圈呢，就是把它印出它的这个随机啊，随机产生的结果啊 ，percent 十 d， 然后一加上 rand percent 六，然后接下来去算，如果这边一样，跟刚才今天早上谈的一样，如果是 i percent 五等于零的话呢，我们就是 put s 一个 new line， 那否则的话呢，就继续再回来啊，所以它在每五行就会跑一次了哈、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去跑二十遍的话，你就会得到四行，对不对啊？得到四行，那每一行就是有五次的随机乱数，就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它得到的是六六五五六，然后呢五一一五三，类似这样的方式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利用这个 rand 这个函数来产生，来模拟这个什么丢骰子啊，
丢一个六面的骰子的一个结果，就这么简单啊。好，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好，我们待会继续再看了哈。那我们要证明说，当然也不是说真的要证明啊，这个只是说理论上，当然如果你丢越多次哈，像刚才其实感觉上好像没有很均匀，对不对啊？六几次，一二三四五六，我们丢二十次，二十次里面有六次是六，会不会太多？好像它稍微多一点，对不对？那理论上，当然如果我们以随机的行为来说，它当然可能在某一个因为次数有限的情况之下，所以它的分布并不是那么平均嘛，哈。如果你假设丢随机变数，丢骰子是很公平的话，丢骰子公，你觉得公不公平？除非人家作假，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丢骰子理论上应该是得到一的几率跟得到二的几率跟得到三、得到四、得到五、得到六的几率，是不是应该都差不多？但是这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差不多嘛，像一就有几遍，一二三，一才三遍，对不对？啊，六你刚刚说过就得了五遍，所以它的次数上好像感觉上它的那个几率分布不是那么平均嘛。但是如果当你把那个次数稍微拉大一点的话，是不是感觉上会平均一点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六多少？六多少？六百万次，对不对？啊，六百万次，我们等于是模拟，让电脑去模拟丢六百万次的这个骰子来看。那怎么办呢？那就让它电脑去丢六百万次嘛。啊，那我们理论上一到六应该平均都会是在，如果理论上它是很均匀分布的话，啊，它的几率应该是它的出现的几率应该是一样啊，每出现一跟出现六应该都差不多是一百万次左右嘛，应该是有这样的趋势啊。那我们就用电脑来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边你就写一个程式来看嘛哈。所以你就要去计算它出现一、出现二、出现到出现六，每出现它的次数，把它做一次累加。好，然后呢，这边这时候你就写这个回圈，这个回圈里面呢，它就是跑多少？跑六百万次啊，跑六百万次，跑六百万次，每一次它就会去把它得到的结果存在 face， 然后呢，再搭配我们之前的 switch 啊，搭配之前的 switch， 然后呢，就可以去把它算出来。杜姑啊。要不要起来活动一下？啊，站起来啊！啊，要不要动一动？可以啦。好，这么累啊？你昨天晚上玩什么？啊，看书啊？这么辛苦啊？太辛苦了。你最近要考什么吗？啊？明天考海化，哦，讲到海化，你们的课本到底解决没有啊？课本到底是谁拿走了？啊，还找不到是吧？还找不出来是吧？怎么会这么夸张呢？哎，啊，你们。自己如果把它拿了课本没有给钱的，自己要想办法把它还回去啦啊！这总是班带帮你们服务的结果，还被你们搞一道，被你们摆一道，那谁要当班带？要谁？没人要当班带了啊！好，这边刚才做了六百万次的回圈，其实就是在这个 for 回圈里面去做，然后每一个回圈里面它去累积。用 switch 去累积它的什么？它的得到一的次数是多少？二的次数一直到六多少次数是多少？好，然后最后去把它印出来啊，然后你去发现，你可以看出来，大概虽然没有那么 perfect 了啊，没有那么 perfect， 你看它算出来的结果都是怎么样？都差一点，对不对？给 gam 嘛哈，这个差了八百多，这边少了大概两三百，所以大概某种程度，它大概还是维持在这个。每一个一二三四五六每一个面都出现到到一百万次左右哈，到一百万次左右。那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你这个程式啊，你如果去执行一遍啊，得到这个结果，那你再去执行第二遍，它还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他这个就怪怪的，对不对？就是说我明明是 random number， 应该是我们原先刚才有一个run 出来是这样的结果，对不对？它是66556，那么51153啊，你记得这个 pattern， 你再 run 一遍呢，你再去 run 一遍它的结果呢，还是66556 51153，所以你每次重新 run 一遍的结果，它的随机变数都还是同样的结果，那这个就不叫随机变数啦，这个不就是有点可以预期到，你就可以预期到它大概下一次就会产生什么，还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你每次重新 run 一遍就得到一个新的结果，就得到同样的结果。那那个东西虽然看起来是乱数，但是感觉上又不是那么真的那么乱啊，又不是真的那么随机啊，不是那么随机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再稍微去处理一下，让它真的是感觉上很像真的是站在丢骰子，每次都丢不一样的结果啊。那 random 它本身啊，它是一个叫虚拟的乱数产生器啊，那所以它是一个叫做 pseudo random number 啊，它不是真的 random 啊，真的 random number 前面加 pseudo 的意思就是一个类似啊，虚拟的类似的一个乱数，所以它每次看起来是随机的，但是它同样啊，它每次只要重复去呼叫它，你如果没有特别去给它一些调整的话呢，它都会出现相同的一个结果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那我们要让它怎么样去把它随机化啊？就让它做随机化。这个牵涉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 rand 哈，这个函数里面，它会有利用一个东西。虽然我们 rand 是刮胡，里面是空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空的里面，其实它是可以去给它一个，给它一个引数哈。那个引数叫做 seed。 seed 是什么？seed 是种子嘛，对不对？它其实可以透过 seed 这个东西去改变这个 random number 的这个函数，让它每一次去产生的结果都会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是因为等于它是从这个种子开始，它去做不一样的一个运算哦。虽然其实 random number 它里面它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数学的计算了哦，也是一个数学的计算。那只不过这个数学的计算，既然它是一个数学的计算，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去预测得到它的，只要你知道它里面是怎么计算，你大概可以去预测到它的东西。但是重点就是它是 cover 在里面嘛，它是把它 遮掩起来，所以你看不到它到底真正的 random number 函数里面是怎么样去计算出它那个数字出来的。但是它可以搭配 seed 这个种子去改变它的什么乱数的数值。所以只要我每一次去呼叫 rand 的时候给它一个不一样的种子，那它产生出来的结果就理论上应该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搭配另外一个函数叫做 srand 啊，搭配一个叫 srand。 那这个 srand 这个函数呢，会再去随机的去改变，可以让透过 srand 呢去改变我的这个 seed 啊，改变它这个 random number 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引数叫 seed。 那这一改变之后呢，它这样子所跑出来的结果呢，就不会每一次都是重复都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等于是要搭配两个了啊，除了 random 的函数之外，再搭配一个叫 srand。 这个 srand 就是有点像是 seed 啊，就是改变这个 random number 的 seed 啊，它的种子的概念来看它啊。好，那这里面我们待会看到这个 srand 搭配 rand 怎么去用哈，来直接看这个。好，这个一样哈，先 include 这两个函数哈。include 这两个 library， 然后这边宣告，这边开始你去 enter seed 啊 ，enter seed， 然后呢，seed 它是一个一样是 unsigned integer 啊，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去呼叫这个 srand 刮胡 seed， 啊 ，srand 刮胡 seed 就会去指定什么，去把这个 seed 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需要用到的这个 random number 的 seed， 就把它改变成这个 seed， 然后接下来你去跑14回圈啊，跑14回圈，然后一样在里面再去呼叫 rand 同样的东西，然后一样这个是每五行去做分隔。好，这样的话你每一次去跑不同的 seed 的话呢，因为它这边的 seed 被改变了哈，用 srand 刮胡 seed， 你的 seed 是自己使用者去输入的哈，自己使用者输入完之后它改变了 seed， 我接下来的 rand 就会输出不一样的结果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一开始如果你先输入 seed 是67的话，那你就会得到这一组 random number，
那你可以输入随便好，假设867，那就得到另外一个什么？你再重新 run 的时候，它会得到另外一组 random number， 然后67。那如果再拉回67，你看得到结果又什么？又是一样啊，61462，这边也是61462，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个 seed 会去影响什么？你的随机变数的产生的那个数值啊，所以你只要给它不同的 seed， 它算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造假的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说现在在赌城里面吃饺子老虎那种东西，它其实如果你知道它的算法的话，其实有人可以去破解啊，他可以去破解它里面的它的 random number 到底怎么去 generate 出来的话，他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给他多少不同的 pattern， 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所以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是 random number， 但其实它是 artificial 的，它是所谓的人造的啦，啊，是人为的 artificial， 是人为的那种随机变数啊，乱数产生，所以那个是可以被破解的啊。那你如果有机会破解的话，你就可能有机会去赌城赚大钱啊。那Anyway， 那这个东西细的是由人可以由人去控制哈，那我们如果要让它不想每一次都输入一个细的啊，也可以拿到随机化的一个效果的话呢，啊，课本这边还有一个做法哈，你就可以去利用另外一个函数哈，另外一个函数来当成是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细的哈 ，unique 的一个细的，利用什么？利用时间这个函数哈 ，time， 那这个 time 刮胡诺。诺也是空的意思了哈，那这个时间函数呢，它会直接从内部时钟去读进来啊，把它当成这个时钟当成是它的一个什么 seed， 那这个时候呢，你每一个时间不同时间点，因为不同时间点就是不同的一个 seed 嘛，所以它是不是一个 unique 的？所以你只要把它写成这个 time， 然后加 srand 的话，那它就以那个时间点你执行那个程式的时间点。当成是它的 seed， 然后去算它的那个 random number， 那这样的话每一次程式在 run 的过程中间它所得到的 random number 就会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真正随机化的，就不是还要你真正手动去输入一个 seed， 懂不懂？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很自动可以去根据时间来随机产生那个随机的数字了，哦，那就会比较真的所谓的随机化了，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OK， 好。那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就再讲一遍了哈。那个 rand 的范围是0到这个 rand max， 那你要做0到如果要做1到6的话，或者是 a 到 b 的话，你可以写成 a 加 rand percent b 的哈，这是一个位移值，一个是比例的哈。这个可以参考，因为你不一定是只有出现1到6啊，你如果今天要出现1到10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哦，你这边自己要可以跟着去调整啊，哦。好，接下来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啊，哦，比较大城市，这个是真的就是人家在赌城在玩的游戏啊，哦，在拉斯维加斯在玩的游戏，这种赌博游戏呢叫做 crap 啊，哦，这种 crap 是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crap 这种游戏，啊，它这个游戏就是丢两颗骰子啊，利用丢两颗骰子，然后去庄家跟玩家对赌啊。那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规则还蛮奇怪的哈，啊。其实说实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它反正这个就是人家就是这样玩了，啊，哈，啊。它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它是要丢两颗骰子哈，啊，丢两颗骰子。那当然骰子是六个啊，六个面的了哈，啊。那丢骰子好，你玩家丢骰子，然后呢，你把这个骰子相加，点数相加了哈，啊。如果你得到7或11的话，那你就赢了。啊，七跟十一啊，记得哈，七跟十一就赢。那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七跟十一呢？如果是2、3或12呢？那这时候你就输了，然后很简单嘛，你反正就是7、11是赢，2、3、12就输，对不对？那这个就很一翻两瞪眼嘛。那还有其他的怎么办？还有其他的是多少？还有多少？4啊、5啊、6啊、8、9、10，对不对？那这几个怎么办？
这几个怎么办？这几个就是如果是得到这些点的话呢，那 OK， 你第一次得到这个点，啊，假设你第一次得到四点，那这个点就是变成是你下一次的目标的点数，啊，你就必须去投，继续去丢这两颗，继续去丢这两颗的情况之下，直接 直到你丢出什么你的目的，你才赢，啊，但是如果你在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你丢出七的话，那这时候 又是你输了，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这个弱这个规则很清楚吧，啊，哦，就反正你第一次丢七十一就赢，然后二三十二输。那如果没有丢到这些呢，那就继续往下丢。但是你要记得你第一次丢的点数是多少。你第一次如果丢四或丢五或丢六丢八丢九丢十，这个就会是你的目标点数，就是你下次要玩下次再丢两颗骰子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丢到八，那你就赢。那如果假设这个过程中你丢到七的话，那你又输，就这样子，懂不懂？就这样，这个就是所谓的 crap， 就是一个赌博游戏啊。好，那你现在就是要去写一个程式来把这个赌博游戏把它写出来啊，把它完成了哈，啊。那所以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把它的这个逻辑性，要把它这里面牵涉到几个逻辑的流程判断嘛，对不对？包括。你要第一次要先丢两个，然后去判断嘛。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继续还要再去丢，直到你丢到什么跟他一样的，或者是丢到七。所以他总会有终结的时候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游戏，你们有没有办法先？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不对？至少这个问题，我想是，也许到目前为止你们所接触过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当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始就要写程式，可能会一定会很乱。那你们应该一开始也许先去把它的流程图先把它画出来，对不对？先把流程图画出来，然后你再比较有能力去把它整个去完成它嘛，对不对？所以先花点时间来，先花个五分钟的时间还是十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流程图先画一下，或者是用 pseudo code 的方式把它写一下，然后我们再讨论看它怎么去写。啊，先动脑筋想一想看怎么去写它。那其实这个题目的流程也没有特别困难了啊，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几个判断，然后呢要 repeat， 对不对？一样跟之前的概念是有点像，所以要先把这个概念弄出来，你再去写程式可能会比较容易了啊，哦。好了，这个先想过之后，你在脑袋瓜大概有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写程式就比较不会差太远啊。哦，不然的话整个逻辑思考都会有问题啊。我们看课本怎么写啊，课本写的方法它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搭配我们之前的那个韩式的方式啊，它去写的，它会写了一个叫 roll dice 的一个韩式啊。啊，那这个 roll dice 基本上就是要算两个骰子的那个相加的结果啦，所以他等于是把两个骰子相加这个动作当成是一个函数的部分来处理。那另外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用法哈，叫做 EMU 哈 ，ENUM 嘛 ，enumeration 哈 ，enumeration 这个是把所谓的常数把它做列举出来了啊，把它列举出来，因为他这边的等于其实你不要用这个方式去写也可以啊。这只是课本特别去针对这个问题，又去把这个写法把它写出来。它是把我们的常数呢，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状况不外乎就是你的那个在玩每一次玩的状态，不外乎就是 continuous 或者是赢或者就是输嘛。所以它就是把这三个状态把它写成一个列举的一个常数哈，列举的常数。所以他用一个特殊的符号叫做 enumeration 的这个 status 的一个特别的函数定义啊，哦，这个不是函数啊，特别的一个叫做什么数字的一个定义啊，哦，一个列举的定义哈，哦。那所以他去把它定义叫 enum， 这是一个 keyword， 然后加上 status， 他就是定义这个 status 就是它的状态嘛，对不对？那他把它定义成是
这个 status 是一种所谓的可以列举的一个状态啊，可以列举的状态。那这个状态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三个 keyword 哈、啊。那这个 keyword 其实都对应是一个所谓的整数了哈、啊。continuous 的 warm lost， 那这个对应其实这个 keyword 会对应一个整数，就是零，它会从零开始，零一二啊，零一二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啊。好。那所以他用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个用法哈，那你如果不用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啊，你就自己去写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一个整数变数来代表他的状态啊，也是可以的。那 anyway 他用这样看起来比较炫了哈，因为他直接用这个 keyword continuous 的 warm loss 的概念来看啊。好，然后来看这个 roll dice， 那 roll dice 我们直接先看他的这个写法好了。好，它的 roll dice 的定义是，它是回到，它会传回一个整数哈，那它的引数是没有的啊。那它里面呢，接下来它是宣告自己有宣告三个 local 的变数啊 ，die one、die two， 还有所谓 walk sum 啊。那接下来其实很简单了哈，它就是 die one 等于一加这个，然后 die two 等于一加这个，然后呢就把它相加起来，然后呢它这边有稍微再把它的输出结果哈，把他的这个那个丢骰子的结果把它输出了哈，然后再 return 啊 ，return 就是 walk sum， 就是他的这个加总，所以他这个把它写成一个函式的话呢，他就不用在我的主程式里面再每一次去做这个 roll dice 的动作哈，他只要在函数呼叫它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回到这个主程式来看的话呢，他这边宣告一下他自己的变数之外，哈，他还根据刚才你宣告的这个 enumeration 列举的这种方式，哈，他是 status， 那这个 status 是他宣告他的状态，然后他对应也是要有一个变数，哈，有一个变数叫 gain status， 所以他的写法比较特别，哈 ，enumeration 是一个列举，列举的 status 是这样子，那这个 status 本身是这样子，那所以他要对应他有一个变数，所以他这个本身 enumeration status 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宣告了哈，新的一个类似一个整数常数的变数的形态宣告，所以 enumeration status， 然后它的变数是叫做 gain status 啊，所以 gain status 是特别针对这个组程式里面它去宣告一个啊，宣告一个这个变 enumeration 的变数叫 gain status， 那这个 gain status 当然就有可能会是 continuous warm 或者是叫 lost 的啊，然后接下来它这个用 srand。所以用时间啊 ，srand 时间，所以他这边啊，他因为用了时间的这个函数，所以他这边 include 要多一个哈、啊、时间 time 点 h， 因为他去读他的系统内部的时间的位置的那个函数，所以他要 include 这个 library， 所以用 srand 然后时间然后来做这个 randomize， 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去呼叫这个 roll dice， 对不对 ？roll dice 就是去第一次去呼叫他嘛，得到的结果存在 sun 啊，存在 sun。那接下来就是在第一次判断它的 gain status， 所以它用 switch， 那 switch 去判断它的话呢，如果它的这个 case 是等于7或者是11，那它就是赢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它的 gain status 就直接写成是 warm 啊，它就是利用 won 把它存到这个啊 status， 那这个是一个 enumeration 的一个变数了啊。然后接下来 break， 然后接下来2312当然就是什么，就是输了啊，这是 gain status 就是 loss， 然后 default 的其他的呢就是什么，就是 continuous 啊，所以它的 gain status 变成是 continuous， 然后但是这时候要注意到它有特别去把它第一次知道的这个 sum 呢把它存成什么，存成它的目标啊 my point 是它的目标嘛，然后呢就 printf 它的这个目标值是多少，然后呢接下来就 break 就把 switch 离开了。离开之后接下来就是在做什么，继续往下做，那继续往下做当然就继续去丢那个骰子嘛，所以这时候会用一个 while 回圈啊， while 什么， while 这个 continuous 等于 status 啊，等于 gain status， 如果你的 gain status 变成是还是 continuous 的话呢，它会继续 run 这件事情，所以呢接下来去做第二次的丢骰子动作，然后接下来这个丢骰子动作你再去看它的这个 my point 跟上有没有相等啊，如果有的话当然就是赢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再看看它是不是等于 7， 如果是7的话当然就输了啊，那不然的话呢就是继续再往下走啊，继续再往下走，所以接下来这个回圈大概就是在做第二次 第三次后面的判断啊，所以它判断只是判断到底有没有跟之前的 my point 是一样，
就是我的之前的那目标的点数，第一次丢的目标点数有没有一样，或者是跟七，如果是七当然就输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往下 run。 那最后结束之后呢，再把结果把它输出，就这样。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大一点的了，所以连我们的这个连韩式的话大概有80几行，所以你就可以去玩一次看看哈，把它打进去，你可以自己去玩看看。那这个第一次玩它是5+6=11，那11的话呢基本上就赢了哈，这个没什么好讲。那第二次再玩的话呢，它就是5的话呢，就是你的目标点就是5了哈，接下来往继续往下 run 8-3，然后到第三次才得到5，所以才 player 才是赢。那如果是第一次弄到2的话当然就输了，这个马上就知道了。然后10的话呢当然继续往下，然后结果他第一次重丢他得到是7，所以7马上就知道是输了啊，所以 player lost。 所以这是一个 crap， 这个在这个赌城里面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丢骰子啊，就是用我们现在是用电脑去模拟它，去丢出这样一个，去玩出这样的游戏的一个结果。好，那这边的说明呢，原则上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啊，他用比较特别的就是 enumeration 的这种方式啊。那这种 enumeration 是一种新形态的一种一个变数了哈，这种变数是一种叫列举变数，我们把它宣告成 enumeration status， 然后呢去宣告它有一个叫 gain status， 就是利用这个新形态的变数来得到的一个变数叫 gain status 来记录它的状态啊。那这种是一种比较特别的集合了哈，它是代表里面的一个整数常数的集合，所以里面呢它的值是其实是从0开始哈，所以从0开始然后1,2,3,4这样去递增，那所以你宣告它是 continuous 的话，其实等于是它的整数常数是0。那第二个是 won， 所以是 1,lost 是第二个，所以是它是第二个，所以是0,1,2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这个方式写起来我觉得比较看起来比较炫了哈，但是你如果还是不习惯用的话你就不要用它也没关系，直接用一个变数哈，用一个变数整数变数来代表它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哈，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宣告它，不要用你 enumeration 也可以。那接下来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大概都看过了哈，所以我们大概就不看了。所以这里面程式的控制结构里面呢，其实也用了什么？用了两个函数，本身当然 main 是一个函数，然后 roll dice 也是一个函数。另外，它用了 switch while 跟所谓的槽状的 if else 等等哈，这个都是所谓的结构化程式设计里面常用的哈。所以，因为程式比较复杂、比较大，所以它就必须要搭配多一点的所谓的控制去做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哈。所以，这是目前为止在我们看过比较复杂的一个程式。好，那我们函数的部分就先谈到这边了哈。下礼拜考试我们就只考到就考到第四章了。那函数的部分我们不会考，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使用的部分可能还是会用到函数哈。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的练习还是会练习函数的部分。